来这哟，费了十点血，他又来了，快跑快跑快跑，他在我后面，我把他把我吃了。对不起，我是丢的是，那么今天我们来玩 Roblox 狂蟒生存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不兔，嘿嘿。哎，你怎么是一个狮子啊？没错，我跟你说哦，你在外面的大门看到每一只狮子，都是我的兄弟在那当保安，好不好？哇，那你岂不是有成千上万个兄弟？我天，被你发现呢。我开始了，我进来了，呀哇啊，这是告诉我蛇窝在这儿是吗？我们去找他吗？哇，怎么我的船是个热狗啊？我也是，咋的？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个食物是吧？直接给他吃。哦，看到你啦！你哪儿的？望过去，啊，痛啊！我后面那个不会是蛇吧？啊，我那是我，就在那儿，你的左边。啊，这不是啊，那是人呐！你想什么？那是一个游泳的小伙子。被水淹没，哎，怎么上不去啊？他好憨呐！蛇在哪儿呢？啊，哎，没看到啊，去那蛇窝那边看一下。不会在我们附近吧？哎，怎么他们都上岸了？哎呀，这可以上岸的呀！我为什么？我蛇来了，蛇来了！我上刀枪！我跑了！我你在哪里？会上我的船的？你哪儿呢？你哪儿的？我来了！我没吃啦！没看见我裂开，我佛了，我进来了。等会儿啊，蛇在这儿是吧？哈哈 ，Alright， 哈，我来开船，来坐后面去，就那个屁股巴巴，我前面不行吗？坐，我后面有个座位，没看见呢。啊，我坐不了啊。不是，哎，不能坐啊！这个黑巴巴不是坐屁股的吗？哦，可能是放椅子用的。吓死我了！妈，我还以为是蛇头来了。我为什么上我们船了？快跑！哇，达成共识，来嘛，没错，起来。不是，他怎么一上我们船就动不了了呢？感觉我超重了吗？这是？呀，冲起来呀、啊！滑不动啊，就这么一个桨。吓死我！哇，大哥，什么垃圾船了？这船给你了，好吧？等一下，我们开他热狗旁边抢他的热狗船，也是，怎么咬我的好恶心！快走！Alright， 来，举起来，这蛇没过来吧？没想到我们船升级了一下，又回去了，这咋整呢？回到解放前啊，又变成食物了。好，哇，蛇在追他，你看，哇，我们下船了。我劝你好自为之啊，好自为之，哎，冲起来，快，不要激怒这个蛇，不要激怒这个蛇。我怎么射不到啊？我们一会儿上岸射他，别急。一枪都没射到吗？我决定要去那个灯塔了，好吧？我冲过来了！完了，我你完了吗？你完了吗？我这个蛇飞了，这个蛇飞了！我的天啊！飞蛇，你怎么变成一根东西了？不是他玩，这我要挂了，我要挂了！别搞我！快跑！没事的，我踩着蛇，我踩蛇！没意思，快射他！哦，我又换船了。哇，换了个木头船了，感觉好高级啊！没错，我在开吗？你开你的，我就坐前面观光了，好不好？开不了哦，可以开，哇，好快啊！啊，而且我还换了把霰弹枪，我的天，好凶啊！冲啊！往前，噔噔噔！我没看到啊，他不会一个蛟龙出海吧？哦，来呀！在底下，蛇塔，快跑！我在凳子上！完了！我没死，我还在！好了，来嘛！我起来了！嘿嘿，我的船冲过来了啊！你完了！你放走我们两个，就是你的末日！好，干碎他！射！冲过来！我射不着他，咋回事啊？啊？为什么？哎呦，好，我死了！好，他把我这个弹回来了。是啥？你又挂了？这怎么打？边机，直接秒我！我射，我再射，射不着了！我天哪！哦，我们又进来了。嗯，哎，上船！哎，我怎么坐前面了？就成我开船了是吧？哦，你是船长了。边机啊，我们这把直接上岸！我跟你说，哦，可以，在水里呀，这就是不安全，你知道？你干啥呀？啊？怎么撞我们了？哇，上来好爽！这是不是一个龙头吧？水龙头，快跑！哇，水龙头！等会儿，哦，上来了，那不是蛇的尾巴吗？啊！
我、哦、哪里啊？啊，不，那是椰子树啊。那、哎、你看什么？哎、眼拙了，好吧？我好多人在这里，咋都上岸了、哦哎？一团围出一堵墙出来。我、哦、等会儿。来了来了，他在哪儿？来了，快点！快呀，我接了！哇哇哇！去宝藏出场，绕绕绕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哇，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是他，这是在这哟，飞了十点血，他又来了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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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在我后面，莫巴他把我吃了！怎么这么强啊？别着急，别着急、我看他一波。哇、他又是一个游戏战术，哎，来嘛，要，你在哪儿呢？哇，转回头，完了，你完了，啊，又被吃了。哇、我是蛇，我怎么变蛇了？我变了，我裂开，来嘛，前天灯一回。啊，不要抓我啊，我是你的蛇蛋。你在哪儿呢？啊，蛇蛋。我都开了热狗了，我在那儿看到个人，还是个热狗。我别吃我啊，大哥放过我去了啊！把我船踩停了，这个我吃。吃你两枪啊！你在哪里啊？我吃掉一个了，已经啊。我在灯塔。哎，你在灯塔呀？游荡。你等着，我等会儿。好多人呢，情蛇绕灯塔走，好不好？来嘛来嘛，来抓我呀！你这个小黑蛇。这边还有两个人。我、看你了，我先把水上的人给端掉、来吧，加一波速、直接落逃，好多人吃吃吃，我开会一样的，强不强？哪里啊？哦，看到了啊，不强，好凶啊，瞬间端掉仨人，哎，我来射你了，啊，射他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就射啊，我是你后面了，别抓我的，我是你旁边唯一一艘热狗船了，我瞅见你了。我错了，我绕你一波行不行？你停着，你停着，拐弯，拐弯。我让你感受恐惧的洗礼。别，怎么样？恐惧吗？呀，这岸上还有人啊！啊，我的好凶啊！还射我？哎，我让你射我呀！哎，你上不去了，从后面上岸呢？啊，看住你！别着急，哇，直接吃掉一个好凶啊！来呀！啊，哇，咬他！你又挂一个。哇、热狗船，热狗船！我感觉我叛变了，给你爆点了。然后你也可以看得到的是吧？啊，对啊，我是看得到啊。白给你在哪儿呢？啊？哎，我在后面一直在开船。我要绕着你走了。我他妈还在岸上，他们在灯塔这里。哇，我可以看到我尾巴，还我能不能自个儿咬自个儿尾巴？哇，你要吃自己啊！我等会儿绕个一下给你看一下啊。我吃啊，你吃啊！我在你后面。哇！等会儿，我先把岸上的人全部吃了再说啊！留你一口，好吧？呀，咬他，咬他，还游泳啊？还游泳啊？吃他！这岸上人是不是都挂了啊？我不是吧？就我一个了吗？你说对了。别大哥，你看大哥，确实就剩你一个了。你在干嘛？跳舞？哎，来嘛，来抓我嘛！你停着，你停着。哎，我停着。别加速了。看我的，然后呢？哎，我绕着走。哇！啊哈！完了，我裂开。大哥，哦，我们又进来了。给你看个大宝贝。我什么东西啊 ？AK47，好凶啊！啊哈！哎，我拿上我的小喷喷来嘛。那个蛇完了，干碎它！来呀！我们要吐蛇。我还以为你跳船呢，这是。我干嘛激动到跳船？怎么可能呢？真的是，给你一枪，等一下。呀，咋样啊？凶起来！哇，这这么猛的吗？先吓他一下。哎，我们先上岛，上岛不要船了，好吧？好嘞，来吧。去哪了？他去哪了？来个巧妙的狙击。哎，不见掉啊！人看到了，看到蛇头了，在哪儿？他出生点，出生点，出生点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这么远能不能射到？呀！射死他！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是空气吗？啥都没射着哈。咦？虚惊一场。人呢？哪了？我又来一个蛟龙出海吧？不是吧？别吓我，大哥。他应该没我的实力吧？哇！凶起来，他人呢？出来啊！他应该一会儿就游过来了，人家一个骷髅头。哇，注意水面啊，注意水下，注意水下。对，没错没错。我跟你说啊，看好那个帆船啊，在哪儿呢？火山，火山那边，看到没有？火山，他硬住了，他硬住了啊！看见了，
射他啊！你俩都喷的什么东西啊？哇，我只射中一枪，我天哪！多少伤害呀、啊？我是描蛇师吗？他到了！哇，他要死了！哇，是他是他！哇，好凶啊！哇，你完了呢！啊，七点血，每一次打一下七点血，你流血的好强，一直射他身体。哎，来吧！哎呀，哇，我就是大哥！来嘛来嘛来嘛！嗯，他完了，他完了！哎，射射射！哎。九十码了，他不会来我们这儿吧？啊！哇，来抓我们，就我们太强了。我好虚，不进了。我承认我虚了，好吧？年轻蛇不讲武德，偷袭啊！偷袭！他残血不敢出来了吗？啊！我跑那边去了，哪儿呢？我这里，看到没？看到了。哎，射他！呜、哦！怎么射不到我的喷子？哎，射程太远了，我。没用啊，娃都不敢过来了，说呀，这是快来呀蛇啊！哎，好像看他一点点影子朝我们游过来了，真的假的？你别忽悠我行不行？好像是假的，年轻人不讲口德。我来了，这男人了，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！哎呦，你死了嘞！我要秒你！呦！哇，他要死了，走！他要死了，你再射他！哇哦，他死了 ！Nice！ 我咋也碎了呢？就是个虎头。屠蛇成功！哇，我们两个伤害好高啊！最强屠蛇者，哎，大哥！哇，我终于当蛇了！我万年等一回，我都裂开了！我天！哎，我看到人了！我要去 BB 蛋。哦，我瞅见你了，哈、哎，咬他，杀蛇啦，热狗，屠蛇，看我屠蛇十狮子，别跑，好吧，我在哪？哎呦，怎么样？吓不吓人？抓你，我上岸了，哎，我上岸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哎，我轻松躲过，我轻松躲过啦！别射了，大哥，求求你了！追过他，我这个船好快，我追不上，怎么操作啊？你可以按空格加速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你没了，小兄弟！哎，不懂玩，来嘛来嘛，我怎么看不见了？我好不懂玩就别玩。我来啦！那个开船是不是你啊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什么？哎，别干我！射！打你三寸！最后再吃你！来嘛！哎，这还有个小屁孩！哎，来来，在哪儿呢？我咋没看到小屁孩？咬他！吃掉直接！还有吗？还有几个啊？你是蛇蛇旗吗？啊，尾巴就在那飘！我没了吗？后来我来了。我后面还有个人啊，两个，你咋没清理干净呢？啊，哦，看到你了，我给你报个警啊，就在我这儿，你看，先把水里那个吃了。哇，你是间谍吗你？哟，水里的挂了，还剩几个啊？就差我一个了，上不去。我没了，你赢了吗？我 ，nice。Hello， 各位金鱼先到这里吧。生活往往比游戏更有趣，毕竟在这世上有个被称之为你的奇迹。我们下期见 ，Enjoy， 用了 fly。